原来乌龟是这么吃东西的。我看你的小奶盖一定是要昏了头。小小年纪缩小无敌神秘超能力，双手并用变成气功，实在好神奇。捍卫和平，维护正义，叫他第一名变成。来来来，张嘴，给你好东西吃，吃吧。这玩意儿提神醒脑，大口吃，大口喝，别跟我客气，别跟我客气。给我水，舌头！来，给你的翅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让我尝尝！天哪，辣死我了！哎呦我的妈！看那玩意儿，哎，你这样，你感觉叼着哪玩意儿？叼着也往外吞呢。你小的时候吐。哎呀哎呀，还是吗？还有呢，脚又显得哑了，他老笨的要命。哎，我去！哎，好了，就这个。哎，我哎呀，我这实在，我操，啊，看实在。让小孩里吞去，大人嘴不动了。趁他这阵没想，那就吞呗，就吃呗。后面直接给了一个辣椒，这辣椒被称为世界上最辣的死神辣椒。当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乌龟可能还在谈是什么味道，连续咬了好几口。接下来发生什么呢？只见乌龟慢悠悠的逃跑了，挥舞着自己的小短腿，真的是他。来，你个小东西，给你好吃的，快尝一口，这玩意儿提神醒脑，好吃不上头。你他妈的叫什么调皮小东西，要我来呀、够不着，臭来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哎，别走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来，给你好东西，好吃的，特别好吃。来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好吃不？辣辣，不跟你玩了。你小人调皮。从现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肉喝流流流流流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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